安东尼戴维斯，作为2012年的 NBA 状元秀，安东尼戴维斯的篮球天赋是划时代的。相比于其他球员，戴维斯拥有优秀的运动能力、难以置信的臂展和后卫般的敏捷，他在进攻端的表现堪称万花筒。身高2.08米的他，既能在低位要位单打，也能利用稳定的中远距离跳投进行得分。防守上2.33米的臂展可以让他轻松地送出封盖，终结对方的进攻。就连科比都称赞他为世界最佳篮球运动员之一，不论现役还是历史。